之谜，世界易主，谁能称霸？ Ben for your king. 耶稣复活，审判官员复科。耶稣复活，能量更强大。耶和华差遣我去惩罚你们，耶和华差遣弥勒佛惩罚你们。第一球，2026铲除台湾旧官员。第二球，2029年铲除以色列旧官员。第三球，2030年铲除火红共所有旧官员。比当时最好的被当作最坏的给推倒。2000年前如此，2000年来仍然是如此。所以耶稣复活是来做出最后的审判，收拾独裁集权遏制旧官员。耶稣被宗教领袖迫害，被官员杀害。定2028年复活后的2029年做出最后的审判，审判旧官员。第二个耶稣，自为东方圣人。东方圣人说，复活节的英文 Easter 就是东方人，意思是耶稣复活后降在一位东方人身上。第二个耶稣，自为东方圣人。复活节的象征物兔子，就是耶稣生小树兔，复活在树兔的东方人身上，叫做木兔圣人。把作东方生人说，复活节的菜单就是诞生。复活就是再一次的诞生。天经启示录第49章第24节。耶稣复活出去最后审判，耶稣复活能量更强大，
复活节东方人第二个耶稣，作为东方圣人，无主圣人，两脚大木，东方圣人，双目一毛出天堂，今天弥勒天，今天圣人才开创新局，弥勒佛来了，拆除旧观念。遇到对的人路越好走，遇到不对的人路越难走，生命之道才是正道，坏人是撒旦，魔鬼邪道，坏人是撒旦，魔鬼邪道。